老总啊，哎，前方战情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。老总啊，想要跟您商量点事儿啊。说吧。前几天，你在冀中军区给大家上了两天军事课，中高级干部的指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啊。大家希望，在你空闲的时间，能多给他们上上军事课。可以。太好了。 他们的革命热情是蛮高的，不过，他们对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学习啊，还重视不够。今后在晋察冀军区啊，要掀起一个学习热潮。是啊，一定要把主席的军事思想吃透。 同志们，我们手中的这把军号，它是动人的感情的。每当军队发起冲锋的时候，我们心中要想着我们的战士与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气概。我们要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，吹响我们手中的军号，引领我们的战士们战胜敌人，而不被敌人所战胜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现在听我的命令，一起吹响冲锋号，预备。 开始，大家欢迎，请坐。同志们，今天的会议啊，就一项内容，请我们的总司令。 给大家上军事课，大家欢迎。好。为了提高学习效率，我搞了一个数字材料，先请你们耿参谋长给大家念一念。啊，是。 同志们，我军。 第一年，共歼敌97个半旅，78万人；歼伪军、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；共歼敌112万人，敌正规军补充60万，逃亡20万。目前尚有兵员150万人，我军共有112个旅，90万人。此外，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，军事机关40万人，合计190万人。我军第二年。 应争取歼灭敌正规军100个旅，及大量杂部，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，我则变为优势。传达完毕。一句话，离全国解放不远了。下面，请我们的总司令正式上课。 欢迎！来，这样啊，吹奏的时候呢，不要鼓着腮帮子用力，知道吗？你再试试。刘备，你同志，你真聪明。你现在大家练习一下，我过去一下。
林静同志，林正同志，你找我怎么了？嗯，马上就要召开宣传土地法大会了，就是要我们演唱《妇女自由歌》。可是我不识谱啊。你唱歌这么好听，怎么会不识乐谱呢？我之前学唱歌，都是人家唱一句，我跟着学一句的，所有的歌都是这么学会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 那你说为什么导演不能带着我们学呢？那样我学的可快了。林青同志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别人教一句，你唱一句啊，那你会的歌曲始终是有限的。但是你会识谱就不一样了，你看着乐谱就能唱所有的歌曲，而且还能自己填词写曲呢。我还能自己写歌？哼，对啊，你这么聪明，只要学会了基本乐理，然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。那，李正老师，你赶紧教我识谱吧。 我还没有问你愿不愿意呢。我当然愿意啊，但是你别叫我李正老师啊，叫我李正同志就好，快不好意思的。好，李正同志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那我先带他们练完军号，然后去找你，好吗？好，好，那我去了。来，归队。来，咱们再把刚才的冲锋号重新练一遍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 最后，我想讲一下寻找捕捉战机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军事理论问题，因为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是先学好了寻找捕捉战机之后才去打仗的。在国民党区域内，取得胜利的关键，首先是要寻找捕捉战机。打仗嘛，就要懂得 寻找战机，善于发现战机，迅速捕捉战机，要不失时机的抓住战机，来组织大的甚至带有风险的战役，即可打则必胜。谁给你们制造战机呢？蒋介石。 毛主席说了嘛，蒋介石到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打胜仗。要打胜仗，第一，学习吃透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指示；第二，要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切行动，要寻找到、捕捉到蒋介石给制造的战机。 咱们晋察冀应该打个翻身仗了。是。前不久啊，我和你们聂司令员啊，到白洋淀钓鱼，啊，开始我们两个人啊，钓了两条小鱼，接着聂司令员就钓了一条大鲤鱼，哈哈哈！哎，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我们的战役。 如果说清仓战役、保北战役是两条小鱼，那么接下来，聂司令员会不会带领你们钓一条大鱼呢？我想会的。我相信，不久啊，聂司令员就会指挥你们钓上一条比三战三捷还大的大鱼来。大家说，能不能？ 好，我的讲话结束了，下面由聂司令员做总结。好，好，同志们，感谢总司令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。寻找钓这条大鱼的战机，就交给杨德志、杨成武、耿彪、潘自立你们了。你们大家说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 陈雷，我昨天夜里又失眠了。我猜主席失眠是因为蒋介石调兵换将导致的吧？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，德国的希特勒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，这些人都是最为典型者。
一旦他们无兵可调，无将可换的时候，那就离着灭亡不远喽。是啊，主席恐怕想说的是，蒋介石为了取得胜利，主动提出撤换前线指挥官，例如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、徐州的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等。这些将领你我都认识，多数还在战场上交过手。公道的讲。 这些人并不是一点军事才干也没有，而是蒋某人刚愎自用，他公开提出，所有重大战役都要他亲自指挥，结果呢，哼，一旦出现失误，这些人就成了替罪羊，这不仅会造成将帅不和，还会加剧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啊，结果嘛，结果啊，就会加速蒋介石。 军事集团的灭亡，主席，周副主席，蒋介石将要携夫人宋美龄去北平了。哦，他这是为应付林彪即将发起的秋季攻势，跑到北平帮着陈诚去跟李宗仁借兵啊。主席的判断很准确，我想说的是，到明年的现在，他蒋介石还能到北平去借兵吗？我看难喽。让朱老总转告杨德志。 蒋介石到哪里，就在哪里打胜仗。是。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。说得好啊，林青同志，你可比我强多了。你这是从音乐里总结出了人生啊，你就是个哲学家。哲学家？不是说好不笑话人的吗？哎，林青同志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，我说的都是真心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 我就是觉得，自从我进了部队，我的人生开始变得有意义了。就算是像我这样最普通的战士，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。虽然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唱歌，但是我可以唱给战士们听，我可以鼓励他们，我还可以唱给乡亲们听，我可以温暖他们。 林青同志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你是一个音符，我也是一个音符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的一个音符，我们组合在一起，就能谱写出不同的乐曲。现在，咱们的组合就叫做解放军。党就是咱们的太阳，我们正在太阳的光辉照耀下，谱写着伟大的乐章。 李正同志，你说的太好了。
您就骑一会儿马吧。哎，这匹大白马跟了我多年，是我无言的战友啊，要善待他。这些天，我们分食了他的口粮黑豆，还骑着他翻山越岭。嗯，他要是能说话，一定会发牢骚，闹别扭的。小李啊，这什么地方？ 主席，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——朱关寨了。啊，终于到了。嗯，不走了，就在这儿歇下来。好，您先休息。 主席说他不走了，就在这儿休息。 这事好办，交给我吧。主席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们这就给你找住的地方去。好吧，走。哎，小狗。哎，主席，给大白马找点黑豆，它都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好，主席。 王处长，就这院子跟窑洞，让主席怎么住啊？主席已经累成这样了，立即安排人抓紧收拾一下吧。是。东子，快点！快！停！ 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都给我放下！简直是胡闹啊！是国民党军阀土匪吗？我们在给主席收拾住处呢。这院子是你的吗？窑洞是你的吗？不是。你给房东老乡说过吗？没有。懂不懂啊？房东没在。 拿人家东西，这叫偷。老乡没有同意，你拿起来就用，这叫抢。老乡不在家，怎么能开人家门，搬人家东西呢？这房子，我不住。哎，主席，我看你是昏了头啊，连我们的老规矩都不知道了，都忘了是不是？主席，现在打仗，老百姓也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。 我们一来，他们都躲起来了，我们也找了好一阵子，一个人都没找到。那我现在再去找。哎，主席，主席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肚子胀得难受。那我找医生去吧。嗨，拉屎找什么医生啊？茅坑在哪儿？那有茅房。哎，吃黑豆吃的。 五天没拉屎了，行了，去茅坑就别跟着我了。周副主席，主席在这边。周副主席，主席，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？哎，我看吃些巴豆是没什么希望了。这黑灯瞎火的，到哪儿去给你找巴豆啊？来。 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啊？你拉不出来，你吃不进去更难受。啊，有道理。我看他蒋某人，现在在全国的战场上，就是有的地方光进不出，有的地方光出不进。
这样下去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不是饿死，就是憋死啊！结果嘛，他就会变成茅坑里的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。同志们，各位代表朋友们。 在党中央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之下，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、不断的磋商、论证和不断的修改，我们终于搞出了这部《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》。今天的会议呢，就一项内容：通过这部《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》。下面，同意的。 请举手。好，全票通过。同志们，我们通过的这部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，旗帜鲜明地规定，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，它有着深远。 而重大的历史意义，也必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下面，请朱总司令讲话。父老乡亲们，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颁布。 我很高兴，我看到乡亲们都非常高兴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农民兄弟分得了土地，革命思想高涨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，我们部队打起仗来，就有物质的保障，就能更有力地保卫家乡，保卫父老乡亲们。 这正是军爱民、民拥军、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，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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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帐子的战斗中，国军就损失了第四十九军军部和第七十九、第幺零五两个师部和五个团，合计15000余人。这些我都看到了。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是如何指挥的？刺绣失算了，他没有想到国军会在辽西吃了败仗，更没有想到林彪会率其主力出击中长路。中长路的战况现在如何？战况更糟。日前，共军主力突然向四平以南、铁岭以北的我第53军防区发起攻击，位于威远铺的第116师仓促应战，损失惨重。驻守貂皮屯的130师和390团，在突围西撤中，全军覆没，损失10000人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共军的主力又指向了开原和铁岭一线，那接下来的战事不容乐观。二位就没有想过，项羽四面楚歌是一夜之间造成的吗？败绩累累，也总该有个其他的理由吧？啊？雌雄刚愎自用啊！死伤几万人的战役，原因就是他雌雄一个人吗？这其中必有盘根错节的因素吧？那好，那就再说说，你们是如何来应对共军所谓的秋季攻势吧。
只有从华北调重兵出关。我提醒一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唯蒋主席亲临北平才行。报告校长，北平正在酝酿更大的学生运动，还有。校长，您还是自己看吧。简生啊，程思远去了北平，你该知道吧？我不知道啊。好。嗯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依约到北平来，听从你的调遣。从桂林赶到北平，真可谓是鞍马劳顿。哎，没关系，请坐。啊，您请。啊，谢谢。思远，嗯，你是知道的，魏德迈在调查之后表明了他的态度，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，称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、贪污无能，又为中国的复兴需要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，这等于是告诉大众蒋介石是中国复兴的绊脚石。嗯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日前，司徒雷登向美国国会答复说，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，其资望已日趋式微，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，而李宗仁的资望日高。说他对国民政府没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。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说明，司徒雷登此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我李宗仁来替代蒋介石了。嗯，司徒大使也通过友人向我表达过这个意思。主任，你给我交个底，你是不是想竞选总统？夫人，美国方面有什么好消息吗？魏德迈在东北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危急、勉强支撑、虚弱不堪，补充线既长又无掩护，他认为共军随时可以占领全东北。他在美国国会上就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？提了，两年前的老调重弹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世界五强托管东北最好。我看这不是什么老调重弹，是越来越乱谈。所谓的托管，这实则就是一种侵略，而且不费他们一枪一弹。大力，美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。盟友有利那就是有，要是无力，那就是敌人。你想想夏威夷，就会明白。你想，美国会有这样的好心吗？他们是在觊觎东北三省吧？报告，校长、夫人。据可靠消息，司徒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，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，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。夫人，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。另外，种种迹象表明，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是共产党。北平这次即将爆发的学运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陈琏的事，你不用插手，我自由安排。至于美国方面，那就烦请夫人亲自出马了。好吧，我愿从旁协助。我作此考虑。 也是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，啊！坐困北平，终非辽局。因为东北一旦失守，华北就首当其冲，共军就会从四面向北平合围。我的部下多半是天子门生，真的是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。一旦我被合围于孤城之内， 我将如何自处啊？那，你还有什么想法？政治上的积极建树就不必谈了。只做消极的打算，不能兼济天下，便独善其身，由此摆脱毫无建树的政治生涯，离开故都，解甲归田。 我支持你竞选总统。接下来，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？你先到北京饭店休息，等我拜见了蒋先生之后，你我再做详细研究。是。 军长，那你猜猜看，这次蒋先生来北平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看呢，他是想亲自参战，在平津堡一带，给自己打出点脸面来呀。<笑>我看不是，那是为什么呢？ 他是来向孙连仲借兵的。借兵？对。那岂不又是故伎重演了？不过我总觉得，啊，他这次来北平啊，有点祥云普照的味道。何为祥云普照啊？哎，你想啊。 他蒋先生可以变相的完成他的三顾茅庐，你也可以被请到北平去执掌华北的兵权呢。哎呦，不要乱说，不要乱说。陆伯伯，哎，爸，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，说大同一战，傅将军入主归绥；吉宁一战，傅将军入主张家口。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实力的话， 傅将军就要入主北平了。哎，不要瞎说啊！我的同仁可没有瞎说，而且我们私下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说，解放军的领袖毛泽东曾多次说过，蒋介石走到哪里，解放军的胜仗就打到哪里。住口！不许瞎说啊！不许乱说。 蒋主席，自从东北林彪发起秋季攻势以后，你先后调我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、十三军五十师、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出关增援。这样一来，华北的共军势必会乘我增援东北、暂取守势之际，再发起保北战役。时下，这北平行辕所属的保定、 张元两个绥署有国军五十万之众啊，为什么就消灭不了华北的共军呢？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绥署上。说说看，保定和张元两个绥靖公署，平时无横向指挥关系，各自为政，战时又谁都不听谁的指挥。这南北两只手不但不能形成合力，还会遭到共军的各个击破。 你可是行辕主任
有权力统筹指挥啊。我怎么能指挥得了他们呢？看来仍是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呢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。我刚到北平就听说司徒雷登在不断的鼓动你参加来年的总统竞选，可有此事啊？有。不过嘛，我只想参选副总统。既然是自由竞选，总统也可以嘛。总统一职，非你莫属。我就是参选副总统，那也得得到您的认同。我的认同有那么重要吗？来，用茶。你好，我是李宗仁，您是哪位？你好，李主任，我是傅作义。啊，你住下了吧？住下了。蒋先生已经飞来北平了吗？啊，到了。他下榻于行营官邸后园恩寺，明天下午在我的行园会议室开会。好，我一定准时出席。好的。一旦在平津堡一带打仗，我看北平的军事大权就要旁落了。达理，嗯，该去参加军事会议了吧？不急，还有些时间。夫人，来坐下，我们聊聊。聊什么？是不是还不允许我以私人身份去看望陈琏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北平啊有很多中共的地下党，万一要是你碰上一个，那么你的安全……达令，放心吧。这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嘛。达令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这么害怕那些学生啊？我谁都不怕。是你不懂，那你就告诉我。你想想，这北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催生了共产党，也是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导致了西安事变。你说这北平它就是一个多事之地。可你别忘了，当初毛泽东只身去重庆都不怕，现如今在我们的地盘上，你还怕什么？这拿你没办法。放心吧。进来。校长、夫人。校长，时间到了，您该赴会去了。我知道了。毛局长，你就留在这儿，要绝对保证夫人的安全呢。哎呀，这个可不行啊，校长。据绝对可靠的情报，为了欢迎校长莅临北平，各大专院校正策划上街游行呢。你听听夫人。那好，把我送到中南海，立即返回。是。我去了，夫人。去吧。刚才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、张元随署傅作义主任当面陈述了各自需要中央来解决的问题，尤其是给养方面存在的困难。下面请蒋主席训示。
谈不上什么训示啊。我此次北来是想听听华北的诸位将领对戡乱救国的体会与心得的。未曾想诸位却提出种种困难。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，可你们既不了解共军的情况，又不肯反思自身的问题，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。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，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，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。